各位，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婚礼。杜承恩是一位检察官，柯小平是一位律师，因为我们都是为民服务的执法人员，伊嘛是新丰爷的地主，所以今日新丰爷特别来为因祝福加持，祝因婚姻幸福美满。也希望将来也能继续来宣扬新丰爷善有善果、恶有恶报的精神。才幸福来参加婚礼，而且叶少峰不仅搞歹嘛，我关心也听。已经有创意啊！我感觉这场婚礼哦，一定真趣。各位，新丰爷今嘛要来为承恩跟小平加持啊！人哉因果不空，行为计划人员煞为非三者，入国的罪。为非三者，你是来加持的，还是来拿掉的啊？我的，阿兵，是。喂，跟我来。陈嘉诚，叶少强，因果不空，就是我送给你的结婚大礼啊。周公平，哼！你竟然搞给陈嘉诚这通缉犯，来这做回装神弄鬼，执法人员面子都给你下了了。Oh my gosh！ 你够有迄个面批评别人哦？你家己做了什么代志？其实我拢唔知哦。杜承恩，我早知影哦，你利用哦柯小平家亲啊。想袂到你这么凶的，利用阮家己的女朋友，搁娶别人，你比我搁较无体。